这是这个我最喜欢的一部补血可以补血的圣骑士，算是比较旧的卡子，就是基本上没有太多那个纳克萨瓦斯的新卡，又是打速血。打算是防快攻嘛，所以这个补血还是很重要下盾这个要留一下，然后到时候可以二费就出，也可以这个到时候留着家里的东西挡一挡对面的攻势。结果是大王术吗？竟然打到大王术，我靠，真是神奇！打大王术没有很差嘛，因为我一视同仁嘛，就是无敌绝场，甚至是无敌绝场。对，所以打大王术基本是不用太担心。再来一个火战士，我再来一个那个什么就够，再来一个那个。一视同仁就可以很轻松的就把场扫空。目前圣骑士我的爆发不够，是很难爆发把他打死，要拼到后期。这个僵尸他妈好难受啊！再叫小兵了，你这个让僵尸来跟我打。行了，这样，反正我每回这样都可以敲你两个。圣骑士这贴身技在这种时候还是有点用处。哇靠，这么凶狠，出了巨人还把他救出去，他想要拿一个来扫场用的，还是要下盾用？我拿到这个。圣雕塑基本不太害怕。这种时候压制一下好了，压制一下他法术，但这样感觉有点浪费啊。这个时候就下这个的话，他现在有两只能进攻嘛。不然就是先下这个。哎，这也可以王牌猎人把他锯了，王牌猎人把他锯了，这么早就王牌猎人，但也不亏了，反正锯完换掉。他暂时也下不出锯了。对，因为他暂时应该是下不出龙火巨人，所以这个他除非他再下一张山林巨人，算这样解也可以。结果来一个目光飞龙，哇靠！哎，我有炎魔，目光飞龙的话，这我应该怎么样比较好？他等一下如果拿砍兽能扫场。让他扫不干净就行，还是我用憎恨者，等下可以敲他，然后用自己补血。对，这时候下这个也是很实惠。然后等一下，不管他怎么样都可以，对，反正抑制他法术，对。然后这个就敲他，对。这个。但是他解不掉，所以我要敲他也是可以，这样可以。我靠，这么屌！那琼斯可以锯他的那个贾德克萨斯领主的那个手。
哇嘞，我现在这边打不到他的，这样太尴尬了。打不到他的目光飞龙。怎原来目光飞龙可以等下用研磨来处理。我也来下这个。他等下就算少场，然后。换掉他也那也不怕嘛，反正他现在要出不了界，好，结果他竟然拷贝我，然后沉默掉直接敲，太屌了太屌了，这么屌，这样我要拔真银剑吗？把真银剑砍这个，然后撞死，然后再用这个撞，好像还是可以。这时候原来叫这个用跑，原来很早就跑这个。嗯，不错不错，他在压自己的血量，可能他有巨人。哇靠！我有伊瑟拉，这时候出伊瑟拉，他灵魂虹吸吗？然后他灵魂虹吸，他的巨人就更难下嘛，所以我出伊瑟拉还是可行的。拿到什么？我靠，闷棍，零费的闷棍，我靠，这么凶啊！要直接殴爆我，这样的话，闷棍闷回去吗？还是我就是撞他的脸，然后？下研磨，然后叫嘲讽。好像下研磨架嘲讽感觉也不错。单价其实很冒险啊，但就是他就撞不到我的伊瑟拉，就这个。嗯，然后如果喷到看守者，被他用这个撞，或被暗影之间这个，这样感觉不太舒服。把这个闷回去好了。
靠，真的非常爱你，真的好爽。过了伊斯兰还可以多用一回合，这样也是可以接受。12连血会被他爆发而死吗？应该还不至于，应该牌很多，不想抽。这我可以补自己血，所以我其实也可以回伊斯兰血，把应该回到4血。那连他一个什么点一下就死了。这个现在出有46也是不错的。那撞还不撞？撞的话，他巨人零被下，然后就直接被扫场。4-4-4，不撞其实下回也可以把他殴死了。所以其实不撞也是可以的。这个时候不一定需要抢这个伤害，可以用这个强一点。我不要抢。那等下伤害差一点，刚好打不死他。刚还是应该抢那一点伤害的。这有点失策。对啊，就是少抢一点伤害太关键。然后他自己扣血补足了，对。然后双嘲讽，不对，等一下可以敲回去一只。一视同仁撞掉一只，然后刚好，对。